主打每局只要十分钟，由网易开发的大逃杀手机游戏《血战突击》正式推出了。游戏中有多位具有不同能力的先锋，像是搜寻敌人的其他队友、释放小型毒气圈等等，搭配游戏中丰富的枪支种类，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战术搭配。一开始我们只会有一把小手枪，要从地图上捡取，才会有随机配件的枪可以使用。在对局中，如果达成击杀或是特殊任务，就会获得金币。金币可以用来呼叫空投，让我们直接拿到事前自定好配件的枪支。从瞄准镜、握把到枪管等等，都可以选择自己用的最上手的。除了经典的大逃杀模式之外，也有小地图死斗模式、夺旗等多种玩法，玩起来简单好上手，赶快叫上朋友们一起来夺下胜利吧！